舱内左右摇晃，下一秒轰一声，更加剧烈晃动，所有乘客紧抓前排座椅。乘客不断大喊好可怕，确定平安落地后，所有人才终于松口气，兴奋帮机长拍手。这是星宇航空 ZX800 航班，6号时原定12:45降落成田机场，却因为刮起不稳定侧风，导致两度无法降落，途中还转降名古屋，最后在晚间7点终于成功降落，一共延迟超过7小时，但这还没结束。ZX800 转降名古屋，再飞成田，导致原定搭乘的 ZX801 乘客无机可用。星宇选择跟更晚的 ZX803 航班合并，偏偏 ZX803 又碰上指示灯号异常，延迟将近8小时，又碰上机组人员工时已满，星宇紧急从台北派2名机师赶往东京羽田，再搭车到成田机场，结果时间已晚，超过成田机场宵禁时间，不能起飞。星宇宣布全额退费，也发放睡袋让乘客睡在机场，班机延迟到5月7号。星宇为了善后，又加派一架 A321 客机到日本接人。我也曾经飞过一次的这个成田16的进场哦，虽然说我们顺利的落地了，不过我飞完之后我的手也抽筋了哦，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那种大风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操纵飞机的确是有它的风险跟难度的。这次 ZX800 碰上了自然因素，难以避免，但这一延误再加上其他决策因素，让航班一架接一架延误，宛如蝴蝶效应，雪球越滚越大。TVBS 新闻罗宏昌、于玄涵、张伟贤台报道。